大家好，星期六啦，唉，19号啦，唉，而家过咗三分二啦呢个月，唉，咁啊，即系向七一倒数紧噶啦吓，咁啊，当然啦，香港嘅政治咧，唉，呢两日当然，琴晚大家都好高，都唔系高兴定咩啊，放翻三个人，咁做乜拉人啊？拉完又放，放完又拉，咁咩意思？是咁噶啦，因为香港嘅政治而家嘅政治啊，你唔好你好难明点解嘅。如果你唔睇国际政治，你唔明点解。你一睇国际政治，哦咁样，即系咧内政只系外交嘅延伸，唉，有啲咁嘅讲法，系啊，唔系未都系外交，亦都系内政嘅延伸，即系美国嘅内政，系要成为世界霸主，所以延伸到外交。如果外交咧又影响到内政。咁香港嘅內政，香港啲官咧，即係喺中環嗰啲官啊，同喺司法部嗰啲官咧，都要配合，係嘛？冚唪唥就係咁啊！咁啊，咁我哋原來有開嗰啲咩自由啊、獨立啊，咁冚唪唥要打折扣。咁係即係打折扣啫，喺有限空間，大家繼續努力。我成日都係咁講。咁啊！但系要明咩事，洞明世事乃学问。咁咧，17号苏利文啊，即系美国嗰个安全顾问，即系仅次于国务卿讲外交事务嘅总首席顾问啦。咁咧就会安排拜习对谈。咁17号系咩日子咧？屌，咪守苹果咯。当然时差问题啦，苹果啊先过，系咪啊？应该系先过苏利文讲嘢啦，我哋啱啊差唔多喎，屌你先，因为我哋报道迟一啲啫，系咁啊有咁嘅消息出嚟，所以琴日先见到消息，咁我哋同琴日，屌啦即系啊见到佢拉人，系琴日封出苹果出咩啊嘛，17号拉人，咁啊睇到呢啲消息，咁先见到即系个时差问题，所以苏利文系迟咗啲咁样，咁两样嘢话有冇关系啊？好难冇关系啦，系咪先？好啦，咁样拉完之后，系有呢个咁嘅，好似系吓外交缓和嘅信息，咁雷声大，咁啊雨点都少翻啲啦，咁啊放翻三个人，而家咧就只系咧即系准备告两个人，咁啊张剑雄同啊罗伟光啊，唔系罗伟光，冇错，系。咁佢哋被控係串謀勾結外國勢力，係咁啊！控方當然係反對保釋啦。咁而家係睇緊即時新聞嘅，啱啱即係做節目之前嘅即時新聞，11:00嘅啫。咁咧，控方指行動中咧就檢舉超過40部電腦、10個 server， 咁啊申請押到8月喎，咁啊8月13日再訊，以後進一步檢驗上述器材。咁咧。好笑啊！即系冇证据喺手嘅，而家就啊慢慢睇啦咁样，唉真系立咗好多嘢啦。咁啊，控方有受嚟整个案法一澳门啊，希望法庭考虑个案法42条啦，唉啊，除非佢有自己有理由，即系有罪推定啦。咁即系你真系守人咧，就唔使理由嘅。然后人哋话我冇罪啊，咁就你自己证明啦。你咁证明到啦，因为人哋根本冇罪啊嘛。成个逻辑就系咁。你话呢个个案法系几多核突咧？唉，当然啦，你要配合呢。好似呢個蘇維德呢啲咁核突嘅官先得噶，所以新聞啊唔撚使睇啊，佢講嘅嘢都唔撚使睇嘅，唉真係你預咗都得噶啦，即係決定佢有冇保釋，佢唔係喺蘇維德嗰度，唔係喺香港法庭，唔係喺你嗰班咁嘅律師喺度做戲，噏埋啲咁嘅無謂嘢，係喺北京嗰度，北京決定咗嚇放住三個先啦，唉因為咧啱啱先至唉有個良好信息喺度啦，咁樣。我就分分钟快个系调转噶，哦，准备会面啦，咁就拉人啦，系提早拉人，系以便制造更多筹码。可能嗱，你变咗十月系咪放？本来系要你放呢个黎智英啊，未放得住，见面状态好先放啦，系嘛？倾得好先放，类似啦。唔系你唔放就唔捻倾人啦。咁啊，之前可能放埋嗰两个，然后之后咧。傾得好就放嚟整，唔傾得唔好就冚家產啦，繼續坐啦，係咪？係咁嘅咋，唔好諗得咁，唔好話啊！你陰謀論啊，我撚鳩啊！你唔諗陰謀，佢角度睇唔通㗎呢個世界。
唔合常理噶啦，所有嘢都，但系你一谂呢啲阴谋咧，哦，串埋晒，全部通嘅，原来就系咁解啫。啊，呢、這个法官政治，我哋咧所有为政治服务，咁所以成日讲，诶、欸，你明白你反而唔会惊过度啊，或者系乐观过度，或者惊过度啊，系咪先？你见我咁捻定就系咁，当然我可能错嘅。咁咧好捻独立嘅，我哋啲法律系咪先？诶，好捻有道理嘅，系咪先？咁你睇下苏慧德讲乜春？佢话收到申请，要求放宽，巴拉巴拉嘅传媒限制报道。咁咧，但系咧，如果法律认为唔适宜，嘿，即系其实而家限制嘅报道啊，净系报道嗰啲提出嘅保释条件，系啊都唔报道啊。辩方就国安法四条嗰间羁押啦、审理期限啦、等时嘅陈词啊，咁啊又唔俾报道啊，以及执法部门喺国安法四十三条下嘅调查事宜又唔准报道。中央会采取行动，冚唪唥唔准报道，咁但系围内会知啦，系咪先？咁咧指令收嗰苏慧德表示，咁点唔报道咧？点解唔俾一般人知？费事我啲人一嘢就踢爆啊嘛，一嘢就踢落个春袋嗰度啊嘛，我哋踢人就讲法律啦，系咪？惊啊，啊咁大家唔好意思啦吓、啊，因为惊咗我呢啲咁卵醒，一睇法律就可以一脚就踢过呢个伪善，咁你个苏慧德解唔到，咁所以就好唔好报道。咁咧吓。法庭施加传媒报道限制是要保障被告，莫名其妙啊！以及确保日后审讯公平。屌你咪成些嘢都唔公平，你审讯点会有公平嘅、啊？边有得确保啊？由于法官现阶段需喺冇任何证据嘅情况下，嗱、啊，听住啦，呢样就重要啦。而家系冇任何证据，听两边噏，系听两边噏。空泛咁讲啲理由，咁啊唔能够话俾公众听，因为公众质疑冇证冇据啊嘛，咁就拉人，咁就唔俾人保释，屌你老母咁，好卵嬲啊嘛，一般人系咪先？唉，唔使我煽动都好卵嬲啦，系咪先？不过听我解释你听，你一睇就明噶喎，即系其实啊，大家睇新闻同我睇啊真系唔同喎，我呢啲解俾你听已经有价值啦，唔系好似萧生读嘢俾你听。听取有关事实及法律观点的陈述，系咁咧，即系就个 fact 啦，同埋法律观点咪唔解释国安法咯，即系讲国安法啦。咁咧，事实就冇证据，冇证据就系、是、啊，读多次你听，系法庭要施加传媒报道限制，系要保障被告及确保日后审讯公平。由于法官现阶段。是需要在没有任何证供的情况下听取有关事实和法律观点的陈词，即是勾噏，纯粹勾噏，那么勾噏很肉酸的嘛，就不想给外人知道，因为一般人的常识就会哗然，这样的嘛，求其空口噏的咋，什么证据都没有，这样那么就会对被告构成不公，要找笨陈咩，被告有没有说不想啊，如果那个嗰三個人話唔好公開曬佢，公開曬佢，我係佢一定話公開。我睬你啲傻啊！你話保護我，我唔撚信啊！你蘇慧德會保護我，保護司法公正。好啦，除此之外，唉，所以咧，法官而家只係批准放寬被告提出嘅保釋條件呢一點，要點啊？有限度嘅報導，佢講啲乜春嘢，然後話唔得，咁就算鳩數。其實咧，就其他限制繼續生效，即係講嘅嘢全部唔撚準報導。咁啊，當然唔報道啦，除咗錢出嚟啊，等等，總會有啲嘅，係咪先？啊，即係等我鬧都少啲材料咁啦，嚇、啊，咁啊遺憾啦。咁呢個新聞報道啦，大家繼續關注啦。啱啱嘅即係即時新聞啫。咁啊，成單嘢大家都知啦，係嘛？睇下有冇嘢需要補充，應該都冇啦。唉，即係唔需要再有咩嘢補充啦。咁啊～睇下各国嘅反应啦，系先。咁咧，官媒《人民日报》网上版发表《毒苹果毒就毒》，喺披着媒体外衣和国乱港嘅评论文章。咁啊，文章指出咧，高层被捕咧，动资产被盗咧，饱受毒害嘅社会嚟讲，系非常振奋嘅好消息。振奋啊！上街啦，好嘛？我哋上街庆祝啦！屌，好捻振奋！七月一号上齐齐着黑衫上街庆祝苹果被打压，系咪先？
你俾藍絲去申請啊，唔使講埋著咩衫啊，大家戴口號上街慶祝蘋果被捕，我哋去參加好啊，一齊參加好啊，我一定去，屌你老母！不過到時我睇下我中意邊啲人嗌邊啲口號，我跟住嗌。咁咧就啊，我哋睇下各國嘅反應啦，係先。呢個係法國國即係國際廣播電台嗰啲新聞嚟嘅。國民黨十八日即係琴日啦，就先至回應，港府執法已經造成寒蟬效應啊，實質上限制限縮香港社會嘅言論自由。港府嘅做法令人遺憾，令人遺憾。屌啦，國民黨你講乜撚嘢？遺憾嘅，唉，國民黨七十年代都係咁對啲反對派嘅，所以咪只可以話你遺憾咯。唉，你做緊我三十年前嘅嘢咯。係啦，民進黨仲衰，唉，事發當天表示事發，佢而家個人除咗港府喺七日前主權移交日前夕再有大動作拘捕媒體人士，但係此呢個舉措咧，只會讓中共七一嘅百年黨慶蒙上陰影。屌你老母，人哋！百年黨慶夢想關你民主黨擦事咩？咁你多人幫人哋，即係喂叫唔好啊，唔好睇啊咁樣，影響你個名譽啊咁樣。哇！民主黨講我哋仲撲街，國民黨撲街，民主黨又撲街，有咩大家就有交呢個例子。唉、哎，喂，台灣仲有日蘋果日報添喎嚇，屌人咧撐鳩到捉你捉嘅喎，因為有時就係、是、唉、哎、黎智英我就真係唉呢個唉。哎真係好乞人憎嘅，對我嚟講都乞人憎嘅，都唔聽我講嘅呢個阿哥，係咁。但係你做咗咁多嘢咧，你見啦嚇，嗰、啊、啲真係有利益得益嘅人咧嚇、啊啊、包括你俾佢寫稿近年嚇嗰、啊那個黃世澤咧，佢就叫你快啲走就算啦，啲員工唔好撐黎智英，唔好喺度撐黎智英，留喺度撐，提供救生艇俾佢哋走算數。係咁啊，成件事我都唔係要中意睇呢啲新聞，所以其實即係唔好意思，即係詳情咧，我因為要做片，所以即係當然我講嘅準嘅，因為我係好認真嘅，即係睇咗一啲資料先嚇、啊，盡可能準確。咁啊，究竟個案情係點咧？咁我淨係知話唔知百幾篇定幾百篇喺論壇嗰度咁樣。咁我真係好想知係咩文喎？屌，應該嗱。要佢下架，咁撤換未下架，睇得過大家係先。咁啊，大家如果有人做快佬，快啲做曬快佬佢啦，將佢咁啊喺網度 send 分享係先，即係整 PDF 分享啦，咁啊人傳人得噶啦。咁呢啲重要歷史文件咧，當然呢啲一定有人做咗啦，係先。咁啊，戇居居喎，咁你嗰啲例嚟聽下都好啊，大佬，會唔會冚唪唥都係李儀先生嗰啲啊？唉，究竟边啲文咁巴撚弊啊？系，仲有啊？喂，你咁讲，啊，影响好大啦，国安法啦违反，咁你即系话阿拜登嗰啲团队个个识中文啦，睇撚住苹果日报啊！你知香港有个阿叔咧就好撚巴闭，嘿，阿 Trump 又睇我 Facebook 啊，近日又睇咗啦，啊，纽约时报又睇咗我嘅评论啦 ，Facebook 嘅评论，所以就咁啦，咁啦，咁啦，咁啊好多人信噶，我有時都學下嘅。我今次我覺得咧，一定係睇撚咗我視頻，係咪？阿白即係白頭嗰、那個嚇、啊、拜登睇撚咗我視頻，所以聽咗我講。不過又回心諗下，點解佢冇制裁過人？佢上場一月二十號上場到而家，有冇運用嗰個民主人權法？咁多事啊，做咗有冇制裁過咧？所以佢而家講真係好笑喎、啊！究竟佢嗰啲文係幾時嘅咧？要求制裁，咁你話七一前，舊年七一之前，七一到十二月都係得半年到啫喎，而半年裏邊係制裁咗好多次，咁啊的確係嘅。咁啊應該都好多文啊叫佢制裁啊諸如此類咁啊點咧嚇？但係總究竟佢依家要講到係抗爭運動嚇，一九年之前啊前後。咁啊，即係民主人權法之前啦，之後咁啊，唔止喺蘋果啦，咁我都話我信報都有問，咁啊點咧咁樣？咁你即係話人哋睇靠睇你蘋果啊，定唔係香港啲文章去決定啊？咁又唔得，唔係啊，喂，咪即係呢笑大假口噶嘛？你問美國國務院，我都冇睇到嘅先。香港蘋果又報啲文，大佬水準唔係好高嘅啫，坦白講啦，係咪先？黃世澤嗰啲咁嘅啫嘛。
一千幾百字嗰啲文，咁香港嗰啲誒啲黃絲中意好高興噶嘛，睇到誒好 high 咁啫嘛。我都係嘅，即係坦白講，上唔到大台啊嘛，拎唔到去美國，要俾人翻譯俾國務院睇啊嘛。唉，所以你話咪屌咪笑鳩死人咯，成件事嚇。咁啊，我啊立場好清楚噶，我依家一直屌鳩。美國咧就話佢做乜嘢唔執行呢條法律啦，係咪？因為你個拜登做乜唔執行呢條法律，想點啊？屌！你唔係兩黨共識咁樣啊？仲有你救唔救黎智英？而家下一個重點就係、是，喂，你美國人有責任救翻佢嘅喎，屌係你只馬嚟喎，你只頭馬嚟喎，係咪？當然啦，即係救得就雞翼科嗰兩位啊，陳佩敏啊，咪係啊張劍雄啊嚇、啊、羅偉光啊嚇，咁、啊、你要救埋啦，順手啦，係咪？咁咧就係咁啦，因為而家形勢咁，咁啊，但係呢個形勢我都話講啊，唔係同呢個拜登終於話嚇喺十月蘇利文講嘅，佢講咧白宮將考慮安排拜習對談，咁啊兩個領袖咧評估我哋當前嘅關係，哇充滿外交潛力，評估我哋當前兩個關係咁樣，咁幾時咧？七月咧？十月啦？十月喺意大利羅馬 G20，即係二十個包埋佢落嚟啊！即係包中國有份嘅，咁啊包括啲咩金磚五國啊嗰啲咧，即係由 G7 變咗 G20，咁咧以兩國領袖參與嘅適當形式，哇！呢啲好撚外交潛力，而家仲係討論緊咁樣，咁就唔好意思喎，《人民日報》喺度好興奮咁講緊，即係拉平嗰日報，但係冇中方冇乜反應，即係而家個新聞咧就係、是、美國嘅新聞，蘇聯文講我哋就嚟見面啦咁。大家得到啲咩信息咧？我就係諗緊究竟呢啲嘢代表咩咧？咁代表咧，老共都唔係太樂觀，所以拉停多啲人啫，就唔諗住準備十月放啊黎智英，但係佢放啲人噶嘛，咁到時可能放咗呢兩位新聞界嘅係翹楚係知名人物係。當然佢哋就會造成咩嚇寒蟬效應咯喎，咁我諗對主流媒體嘅啫，咁你對於我哋啲小媒體啊，咩法輪功啊，或者已經走咗去嗰啲人啊，照計又冇乜影響，特別係走咗去嗰啲人，咁啊佢哋出唔出聲就另一回事喎，走咗去嗰啲可能啲庇財減少緊，咪收啊老共啲利是咯，咁係嘛？係咪咁啊？唔多覺得佢哋講激烈講嘢喎，諸如此類喎，咁啊算啦，唉，我係要求高啦，咁吹咩？喂，大佬，我喺香港喎，我冇緊臉喎，我有啲嘢唔方便講，你好講啊，係咪先？煽動多啲得唔得啊？唔係喎，温和過我咁。唔好話我啦，成日鬧嘅。大家諗啊，大家諗啊，自己諗啊，嚇！唔好咁天真先啦，做粉絲都唔好做到咁天真，做粉絲唔好做咁天真。時代變啦，你自己天真還天真啊，一個月個扮老天真咋？你害咗個時代，害咗啲兒時啊，啲勇士啊！啲勇士咁忍勇係咪先？我哋啲咁撚老，我唔係要你撐我啊！你都唔撐我，你都唔好再撐嗰啲牟利啊！大哥仲要供俾錢佢啊，仲讚佢啊咁我搞嚟做咩？我咁辛苦啊，咁勇敢喺度評論做咩啊？係咪啊？你諗下呢啲噶嘛？唔好成日咧自己中意嗰啲一廂情願先得啊！蠢啊！明唔明啊？話你哋蠢啊！崇拜啲咁啊！危善嘅人啊，講完咗唔好意思啊，講埋拜習會呢樣嘢，好明顯咧，我覺得咧佢兩難嘅，係咁啊，老共啊諗得多啲咧，所以就製造一個兩難局。咩兩難局面咧？如果你唔喺拜習會前後啦，最少方嚟知啦，咁咧拜登就肯定咧。當然前後意思可能都要傾咗，然後先見啦。咁咧，拜登咧就會俾阿 Trump 攻擊噶啦。咁啊 ，Trump 係未消失噶嘛？大家知啊，明年十月定係咁上下啦，十一二月，即係其實年齡之後咧就要選舉噶啦嘛。即係嗰、那個即係參議院又眾議院參議院都又要選咁，每隔兩年就選一選噶啦嘛。咁啊，又有三分一要改選啊咁。咁咧，阿 Trump。再隔兩年又翻嚟啦嘛，所以而家咧雖然話就話過咗大半年咧，你可以當佢已經係一年嘅。咁啊，過去嘅時間呢、這個拜登嘅表現點咧？佢喺部署圍堵
即係正如啊普京講句啊 ，very professional 嘅一個政客嚟，係政治家，係政治家啦，當 political 喂非常之即係專業咁咧，即係咁啦嚇，又發覺佢忽然間又幾好身體喎，周圍走喎，去歐洲開完會又去布魯塞爾，即係瑞典係嘛，再見普京喎，係咁你見啦呢樣嘢就老共啊係好唔開心噶啦，因為G7 就屌柒佢啦 ，G7 有公佈啦，又講香港問題，又講乜西藏問新疆問題啦，咁跟住 G7 又準備呢樣嗰樣啦，係咪好多嘢啦，又夠炸又成啦，真係睇唔完嘅新聞啦，都係圍到佢嘅，咁啊唯獨係香港係咁以講講啊，咁啊然後咧就去咗特登去見普京普魯塞爾，咁啊僅次於走咗去莫斯科，因為佢去咗一個中立嘅地方。咁啊，如果肯喺中立地方見阿習生咧，咁啊對佢順利連任，即係嚇國家領導人啊，當然係好有幫助啦。咁唔錯喎，依個十月啊已經定咗啦，即係我哋有冇意外做唔成呢個連任唔到呢個國家主席啊？習生係咪先？啊呢、這個大哥呢、這個黐線佬，咁咧黐線思維啊，冇話佢黐線佬。咁咧咁啊點啊？到時梗係唔睬你啊！喂，見你咪好，你冇得做啦，唉，就嚟落台啦，唔好意思，我仲有幾年啦咁，唉，即係當然係咁啦，你明嘅，所以佢十月都係一個睇定你老共點啊，變唔變啦，即係係咪準備換領導人啦，諸如此類咁啊，美國好多嘢諗嘅，好啦，咁呢個少少嘅彩咧，其實就遠遠低過，即係佢最近受佢支出嘅氣啦，即係習近平，跟住見到你同阿普京咧，係傾偈咧。有樣嘢大家冇留意，普京同佢傾偈嘅裏邊一定有提，即係阿拜登又話：你放翻佢啲特務，即係拉咗啲人啊。其實佢一定喎，美國嘅外交。所以咧，如果十月嘅時候佢唔幫香港，即係救翻幾個人咁啊，唔幫香港出聲，你幫佢出聲就叫佢放翻啲嗰四十幾個啦，咩咧？咁我諗咧。拜登政府就好多期望嘅呢方面，但系老共咧看來又唔係好領會，即係睬你生芒果啦。咁可能佢就係少少地放翻幾個人咁算，就未必肯放黎智英住，因為個非法亦都係太少啦。你只係見即係喺嗰度碰頭，適當嘅形式咁啊，係打電話啊，喺國際峰會即係 G20 嘅長邊會談啊。咁啱喺走廊見到面，唉 ，hello 你好嘛，北京好似開始有天冷咯喎，咁樣啊，冇事啊你哋啊，咁樣撞到面，打個寒暄，企喺度傾咗幾句閒偈啊，咁定係正正式式揾間酒店坐低傾咧，咁樣然後就或者係最多係咁啦，係咪？但係咁都好高，咁都已經低格調低調過普京啊，你去到意大利咁，你不如？過法國喺嗰度會啊，得唔得咧？啊，唔係或者去歐典會啊，因為法唔係喺歐洲嚟啊，少少一程飛機，開完會之後就飛去瑞典咁。普京可以爭取到呢樣嘢啊，係咁啊。我諗老共係期望比較多，因為已經唔睬佢咁耐，圍咗佢咁耐，但係可能失望。咁失望嘅結果係點咧？唉，咁我哋。即係《蘋果日報》啲人咪繼續辛苦陣咯，咪即係咁我維持翻我琴日嘅睇法啦，冇乜運行噶啦，《蘋果日報》即係同埋咧，你主動都要啦，唔好靠香港人嘅熱情，香港人有熱情，一路撐佢。你想我點撐都撐到就撐啦。但問題你唔可以長靠，係長貧爛顧就係呢啲啊，係要諗下個戰略上點樣轉移啊，即係將《蘋果日報》個。將軍澳個基地轉移為喺網上一個虛擬嘅好大嘅地方，係咪先？啲人就離開曬香港，諸如此類啦，嚇、啊，即係唔使俾救生艇嘅，早就走到啦，嚇、啊。或者就算留香港都唔緊要咁樣，你一人唔話佢係咩非法組織啊、乜性物性啊，你都咁我仲可以投稿添，係咪先？繼續運作，不過我改網上運作就唔再印紙版，係咁同埋啲財政啊嗰啲嘢要用頭安排過曬。唔好俾呢個，即係擺曬外國啦。簡單嚟講，《蘋果日報》係咁樣
法輪功都係咁啊，大紀元咪咁，全世界都有啊。開始要諗呢樣嘢，香港始終唔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啦，已經不是啦。咁我哋大家都有呢個心理準備，係大家都有心理準備，隨時有事嘅心理準備。咁有咪得咯？只要一日冇事發生，一日繼續牙鳩刷刷屌刷你，咁啊做人就係要咁，係咪啊？大家都係咁。